的讲座呢，大概从 AI， 然后到物联网，然后到最近很夯的议题叫做资讯安全，那我们会有一个综合性的介绍。那其实这三大门科学呢，在现在在目前的市场跟趋势里面，都是大家很关注的议题。可是这三个议题结合起来呢，其实会有不同的新问题产生。这个新的问题其实就是有可能是新的危机，可是新的危机呢，也有可能是我们新的转机。不管是研究啊、市场发展还有创新，这都很值得给我们的同学不同的观点跟不同的视野。那我相信，我想借由这次的讲座，从这三个观点里面告诉同学，在以后不管是就业或者是学术上的研究，是都会有各种不同创新的机会。哦，谢谢。